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8.7万。这也来不了，太贵了。喜欢可以讲个价，我听我要的听你讲了，对吧？买卖嘛。那我要要的话，怕你打我呀。没事，小伙子，放心大胆的讲价。20。卖，你敢讲我就敢卖，拿走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8.7万。这也来不了，太贵了。喜欢可以讲个价，我听我要的听你讲了，对吧？买卖嘛。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？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？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？